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，陈员外，<laughs> 这个周末您在周末聊产业，大门会开，让大家来赏花吗？我们这个礼拜围篱继续围着哈，如果你要看我们周六产业聊产业的，先登记，记得登记哦。OK，好，还没有加入赖群组的，记得赶快扫 Q R c 赶快加入来登记周末聊产业。 欢迎好朋友来到《股海大丈夫》，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，建成老师好。陈建好，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每个周末大家都在期待，期待周末聊产业，因为从建成老师九月底开始第一次录制周末聊产业到现在，我们每一周的题材到今天为止，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持续涨的，哎，连面板今天还在大涨。面板是上上礼拜的。对，还在大涨。好，那本周最强什么？周一周二开始。 被动元件就是我们上周聊到的中国聊产业，华新、嗯、哥突然嗯，嗯哼，就涨停板，来一根涨停，对，超强的哈。然后呢，之前建彰老师和大家分享到，不论是电动车也好，细制材也好，细力到今天还在持续大涨。嗯、好，这些都是老师在中国的聊产业当中和大家分享。嗯嗯、这周要聊什么产业？ 加来哈、啊，来登记哈、啊，赶 <laughs> <Okay, S 1> 快赶快登记哈，<好>加入 l i 群、啊、组。好，那老师接下来啊，想跟您请教了哈。很快的，其实很多的一些季报的营收都已经陆续公布了。嗯，好，那季报营收之前，那我们就要做季报营收成长股。那季报陆续到了尾声，公布到了尾声，现在该做什么动作？每个月的节奏就是这样。对，到了季报。 呃，现在季报我说到十一月十五号，是，所以季报已经公布的哦，它就会开始又震荡了、哦。嗯哼，那十月的营收也陆陆续续,续公布了，是，所以公布完之后也会持续震荡，所以十一月中的行情，呵呵下周、哦、下周的行情，嗯、<哼>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，这个 temper 结束之后有没有，嗯、<哼>基本上就会利空出境？是，所以昨天的废半是不是大涨？嗯 哇，好强，涨了三点五 percent，三点多趴哈，对，那个 n v i d i a 好，回答，然后超维，这是非半指数，有没有？有创新高，这几根都是红 K，红 K 一路往上喷，嗯哼，有没有？有，来，昨天的新闻大家都在讲，我们告诉你，缩减购债，暗示升息不急，要等到他讲吗？不用嘛，我们早就告诉你是明年年底的事情了，对。 再快是明年年终，对，以后明年，我们告诉你不急，但是我已经很斩钉截铁跟你讲，<对>明年年底，嗯哼，就是明年年底，是，再慢那就是后年第一季，嗯哼，昨天也跟你算过了，每天一百五十亿减下来要花八个月，个月嗯、明年六月底才会完成，对，至少七月以后的事了，好，所以再快升，至少他还会再等三个月以上，嗯哼，哦，看当时的。 这个经济状况再来做决定要不要升，也有可能哦。嗯，说不定缩减之后又发生什么大事哦，还没升起又突然怎么样，股票来给你大杀，黑天鹅跑出来，然后本来要升就不升了，也有可能啊，无法预测的。这个世界局势一直在变，对，所以我各种情况，我是不是告诉你，我通常会沙盘推演，沙盘推演，没错。嗯哼，嗯哼，但是这个东西跟你讲在前面，所以怎么样？ 美股三大指数齐奔新高。对啊，费半非常强。t e m p a e 几个月前大家就在担心十月初的国际五大利空，你也在怕。结果一公布，指数全部创新高，有没有？有。我有没有跟你分析的很准？预告在前。预告在前啊。是。我们告诉你 t e m p a 不要担心。我说 t e m p a 一公布完之后，指数就会喷了。你看今天的台股的指数。 大涨一百三十多点了，不是创近期的新高了吗？对呀，十月底下的新高了吗？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对不对？新卡北北，张三关，张三关嘛，对不对？关一关，揣你鬼呀，对吧？连面板问我会不会解套的，都大涨。那些不是我会你的，我叫你等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有，有一个跟是不是那个有底气的那个？还是另外一个好像是他。 嗯，对不对？太太有群创啊，啊哈，上来了吗有没有？你更有你的底气更大，哦、更强大了哈。没啊，<laughs> 恭喜你。好，我们节目要快一点哈、哦，来，因为那个我们的新闻议题准备的很丰富。后面有人要踢我屁股了哦，来，我半导体产值哈、哦，明年冲四点五兆，嗯，有望什么双位数成长？是，这个是我们台湾半导体，嗯哼。 哦，近年的状况有没有？你看到这三年是怎么样？用喷的嘛？对呀。用喷的嘛？对。所以我是不是在半年前我就告诉你了？就在下半年。结果你看，嗯哼。上个月的很多 IC 设计类股不是一档比一档喷吗？是。哦，除了驱动 IC 以外。但驱动 IC 这几这这段时间也慢慢上来。从底部上来，慢慢上来了。好，就是这个就节奏的问题。 所以，因为我知道现在半导体非常好，我才告诉你说，你来跟我做电子股。对，有没有？有。我才告诉你说，五月、八月还有十月初这几个都低点的时候，嗯、我就是带你勇敢去抄底嘛。底不买进。为什么你们在怕怕大盘走空了？想想一想，十月初你去跟着人家去杀低，十月初你去。 跟人家去做空的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很阿呆嘞？古宝，现在你应该是很懊恼吧？赶快回头啦！来，来，金居、啊、千万金千金嘛，我们的老朋友啊，对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金居，消息<金>出来了哈，但是今天的金居是下来的，我记得。好，昨天金居大涨，看到没？嗯,嗯哼。 不是昨天跟你讲我出掉了吗？对，又华丽好不好？又华丽好不好？新闻出来了，结果它下来了。我等新闻出来嘛？不是，昨天先走一趟哦。对，老师你动作好快哦。我没内线哦。嗯哼。我只觉得十号快到了。哦。既然股价拉上来，我们又有三块的价差，先走了。当然，获利先放口袋里。我如果没走，今天又下来。今天又下来了。对。 啊，今天又下来了。嗯嗯，老师哟，那个节奏啊，哈，懂的人就会做掌握。我们现在讲的时候，他开始要杀人，对，感觉要杀人。懂的人会掌握啊，不懂的人，你就是跟着建成老师脚步，老师带着你做二五四二九九七七这些。我下一杯 Starbucks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 就靠金居好不好？我真的来来回回跟着建成老师操作金居，老师喝了好几杯咖啡了，你知道吗？<laughs> 同过利多，嗯<哼>真刀嘛，非真刀，假借非假借，假嗯、<哼>利多非利多，利空非利空。利空消息一出来，嗯、所以我就跟你讲嘛，很难吗？嗯、<哼>每个月月底前你就来布局，下个月有可能营收会持续成长。嗯、<哼>十月初你去砍那些那个 ABF 窄板。嗯 三雄，你都砍在低点，嗯、到了十月底，这三档都创新高，对，创历史高，有没有？嗯哼，就拍走哎嘛，你要会做，所以这一样还是讲到节奏，节奏，节奏。同一档股票，有人会赚，嗯、有人赚不到，差别在哪里？在功夫啊。好，我现在我们的票人太多了，我们要快一点，我们精简。昨天讲了一小时，五十四分钟<鐘>。<laughs> 老师，十月底我卖出了套很久的巨鸡，嗯哼，小串离场，没想到既然是带我避开了这一根跌停，哎，看一下今巨鸡巨鸡啊，哦，三五二七的巨鸡，我巨鸡我不是有说我带你们做吗？嗯，对，有没有？有，今天跌停哎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看到了哈，是，看到了哈，真的，所以要同样的道理。来，这个故我讲给你听，好，什么故 告诉的是讲，他之前自己跑去买了巨鸡，哦，套在两百二附近。你知道巨鸡在十月初这一波最低杀到一百六十几嘛一百七啊。嗯，好，那在那边我们还做了带清代会员还做了几趟，对。哦，那聚鸡、呃、不知道是皇家还是钻石，我们有在一百八附近进场，对。后来一百九十五出掉，有。好，对。 这两巨基呢，不是他哈、哦，其实这个两巨基，我们之前的这个清代会员，嗯、哦，不是他，我们曾经有一张、两张套在两百一附近，嗯嗯、后来杀到一百七，我们怎么样？嗯，嗯再加嘛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随便带你，呃，两百一，两百就加嘛，一百九就加嘛，然后这个一百八就加嘛。是要看那个。这两巨基，我第一次套两百一的时候。嗯嗯 一百九，我做，我加码了一次，但是那个一百九上来两百，我就先跑了。等于说低档做的，我先赚一趟了。高档套那个部分还留着。是。后来呢？十月那时候再杀，对不对？再杀到一百七以下，那时候再做第二趟。一百七、一百八再做怎么样？再做一、一两次。是。后来呢？上来，有没有？上来，那上来那一波呢？我们的。 钻石会员一百八也有买，好，上来我们在一百九、一百一百七十五、一百九这边，我们做两趟，对，获利。所以这两狙击，我们来回转，有没有？嗯。那后来到一九五以上有没有？嗯哼。哎，我们就陆陆续续获利，获利了结。对。那我不是说我们还有套两百一的吗？对。后来怎么样？到了快两百，到两百一十几，嗯哼。我们没有走哦，两百。 两百一、两百二，后来你记不记？我们那时候在贴文讲，两百二十五走人哦，全部赚。有，我有印套最高的两百一，最后都两百、两百二、两百二十五走人。对，有人可能出二一七吧？那我记得我们最高出两二二五，全部走人，就怎么样？从此不做他了。对，我讲的从此是到今天为止。我们就谢谢，恭喜发财，赚。后来呢？ 这个会员说：“哎，他自己有聚机，呵呵然后他问我、嗯、问我，我就跟他讲，嗯，就那时候呢，因为他成本在两百二十二附近，哦，我就怎么样，嗯，有回本赚两千，我先走，我说你先走一张，对，他四张走一半好像是四张走两张，还留两张，嗯嗯、然后两张他看到再拉，可是又杀下来，他老是爆买，嗯。” 我那一天，我跟他讲二二没破不要卖，我就跟他讲二二二没破不要卖，是，就后来呢杀下来二四还是多少，他就先买了。结果呢卖了那一天，巨集拉到两百三十几，我说说，你看老师老看得懂，老师都已经告诉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看两百三十几，老师不逃避啊。 要 <laughs>、啊、不然他可以卖两百三以上啊。是啦，那一天如果他卖两百三以上，到现在，嗯，好。不过虽然没卖，他自己偷卖,賣对不对？嗯，那<你>也是赚钱了。那你看今天的跌停，他就说什么？避开了，他卖出套很久的狙击，小赚离场。嗯、没想到，既然是带我避开的这一根跌停呢、啊，老师太神了。真的，趋吉避凶，你才能。我没有神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说这就是做股票的节奏嘛。<laughs> 会员，你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手上有一档股票，好，其实也套一段时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一档股票现非常会洗哦。其实哈，我今天盘中我都觉得哦，有够磨的，真的哦。我都在想说要不要差价做一下，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住好了，还是忍住好了。所以我在讲那一档股票，嗯，我们会员你都应该知道，好，大概在六七十块那边而已，对不对？ 我们再等一段时间，好，好吗？再等一段，因为有一些人，因为我们中间有加码过了，所以其实成本就在这附近了，嗯哼，就在这附近了，再等个几天看看，好，好吗？来，<coughs> 另外一位朋友，老师晚上好，刚看完你的节目，心情很好，嗯、<哼>每天一点一点跟你学习，谢谢你。 记得你十月二十号不小,不小心露出的华兴科、嗯，露出华新科，那时看了一下股价是慢慢往上，对，我没有买。后来上周六聊<哼>产业又提到华新科，他、嗯、<哼>就更笃定了哦。是，所以呢，<哼>星期一买了零股，因为手上没资金。哼哼星期二跌下来，心情没受影响，四零股操作即相信老师。星期三一早涨停，很开心，涨停卖出，排了很久。 虽然只赚几百块，但还是很爽。是赚在涨停，非常非常感谢你。对，其实有时候你就是哈，你要卖卖股票，卖到获利赚钱，就是一种开心的氛围。赚到开心更更好，更棒。懂得卖涨停，懂得卖涨停，其实已经算是我的节目没白没白看了。很多人想要说隔天再看，再走。对，嗯。 也不见得会开高，很多涨停隔天就开低了。也是，所以哈，嗯，我觉得这一种你懂得是时候下车，嗯，不不贪最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也不贪买最低。我跟你讲，这样操作你就对了，赢家啦，你就是赢家啦，对，对不对？这另外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今天的实战分享哦。好，来，你们好好听哦。好。 这个人说他看我节目两个月了、哦，两个月，我想说，嗯，我富贵稳中求，对，的理念他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听到，因为我不见得每天讲嘛，对，不对？六十一哪一档？经验，经验，哦，我问他买几张？四张，我想说你会买四张，四张经验，一张两百，两百多块，大概八九十万，对不对？那。 我又强调不要重压，对，所以我算一算，如果他占你三成的话，那你的资金应该有有两百多万，对，两百多万。结果你知道是吗？结果你知道吗？五十万，只有五十万的资金。五十万，他怎么会做到四张的经验？融资，五对不对？九十万九四三十六嘛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准备三十六万，你可以做。 四十万左右，你就可以做三四十万，就可以做四张。好,好，好。你看到没？好可怕。你觉得这样的人日子过得好吗？你真的那个心七上八下，提心吊胆呢、欸。来，请看一下，老师六四一是不是 GG 了？<laughs> 我如果明天认赔杀出，<laughs> 只剩四十万了，五十 <laughs> 万你一下，嘿，hey, 就蒸发掉萬，你就蒸发掉十万。<laughs> 对啊。我就什麼？ 我说又是重压，我一直强调哦，嗯、<哼 S 1> 我们说什么？嗯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青山依旧在几段？<的>问题是，你只有四五十万，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投资呢？嗯、而且还是重压一档呢、欸啊？对。他说我之前刚康普也是这样做，然后就赚了十几万就很爽啊。那你忘记我讲那个小学老师吗？对。刚开始做当冲干嘛也很爽啊，后来呢，嗯，老泪纵横，老泪纵横啊，真的。 对不对、嗯？这样，嗯，真的不要去用。这个是在赌、欸，哎，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在赌？哈<呵>，因为如果正好这一两天遇到国际大利空呢，是，那好可怕的。连跌两根，你不是就出局了吗？而且你的资金完全就没了，你要重新再去赚。我不晓得你你你的收入多少了，也许五十万是你一个月薪水，所以你无所谓，亏掉就算了。 但是如果你你就五十万在操作，我很怀疑耶，你一个月是赚多少钱？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，富贵要稳中求，好不好？老师一直在。杀？你看哦、喔，如果经验杀个十块，你就多少？四万。对，对不对？嗯。一根跌停就是二十二十块嘛。嗯。十万又不见了。对。所以说啊，他他是不是旁边就是？那我问你啊、喔，我现在问你哦、喔，如果你只剩三十万，嗯、你是不是越来越难赚钱了？ 因为你的你的本金越来越低了，对，你的柴火越来越少了，对，所以我才会告诉你嘛，要富贵稳中求,稳中求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调整一下自己的操作习性，不会的就打电话。我们跟你讲说，巴菲特他在五十岁之前，他就、嗯、他没有做股神之前，嗯，他就是一步一脚印啊，稳稳的，稳稳的选好公司，然后股票好好的报牢、啊，稳稳获利嘛，对啊，啊因为那些公司。 可口可乐啊，什么,什麼大公司啊，每年就是发鼓励、啊、鼓励它就再凹下去，啊、就是这样子。嗯，然后慢慢的，让自己堆叠你的财富，慢慢的，突然之间就变股神了。哎呀、嗯嗯啊，因为你只要稳，先求稳再求，你一定要先求稳嘛。你<對>你不能让你的财富不断归零嘛，你不断归零，你的雪球好不容易滚起来，摔破了，重来。 雪球好不容易滚起来，再摔破；好,哦、好不容易滚起来，再摔破。那你人生有几次让你重新这样子滚？对呀、啊，我曾经也是像你这样年少轻狂啊。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到这个岁数，已经不允许我财富再归零了啊。<是>我这个时候在财富在归零，那我的豪宅怎么办？我到玛莎拉蒂给我抬一 <laughs> 我小孩呢，本来现在跟我过着怎么样？ 每天吃香喝辣的日子，公主,公主的生活。<laughs> 对啊，为什么我会这样想？嗯，因为我曾经我小的时候，我从天堂掉到地狱嘛。我我不是跟你讲，我国小一年级，我前一天我还住淡水的别墅，我隔一天我们全家，嗯，挤到小房间，挤在一个小房间，王子变乞丐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？为什么说变乞丐？嗯，喝一碗绿豆汤还要去旁边捡破纸、嗯。老师经历过走过，所以希望你们也不要再重蹈覆辙。 不要再经历这些伤害了。好，希望透过节目帮助你实战分享。是，不是我的实战分享？这是投股市小白的实战分享。我<對>他进股市两个月，嗯，两个月。好、嗯、看我节目一个月，进股市两个月、嗯嗯。是，希望你都有学习到。好，老师给你的心法的这个操作建议了。另外一个。好。嗯。 这跟我们助理的对话，不是对、哦、跟我的对话。哦、辛苦你们，对不对？还要应付那些没水准的客户、啊、话讲的很重哈、哦。<laughs> 茫茫人海，<laughs> 总是不止一粒老鼠屎。各种人摆摆款呐、啊，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别跟老鼠屎一般见识，他们跟你们在不同的水平上。嗯、服务业本来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客户，对于那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，就用眼睛。 白白的地方，好、哦、<laughs> 看待就好，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<laughs> 子嗎就是赏他一颗、哦、用 <laughs> 不用太放在心上。哦、嗯，哦，像这种就当提升自己修身、修养、修身的性啊、哦。所以我，我我我我遇到哈、哦，嗯、我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就觉得，嗯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嗯、他们都是来度我的，好吗？<laughs> 就是让我的。 武功更上一层哦，修我们修养生息好不好？嗯、我们就调养自己的。我知道他们是来度我，可是我就说哈，在我节目当中，我希望大家更好。对，我说更好是，我告诉你说，这是爱之深，责之切。嗯，我今天不在乎你，好，我今天我不在乎你，我不需要讲这些，我的节目我就去讲下去。嗯，我每次都讲到后面，老师要踢我屁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。 我们我们大塞车，我们好几个老师在等这个棚要进来摄影要录影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永城很多分析师啊，对，好，所以老师能分享的能讲的，他讲很重啊，最近烂人特别多，请老师宽心，老师这种等级的没必要跟那种水平的一般见识，嗯，我再讲一次哈，我不是要跟那些人见识，而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共好，是，哦，那就是说。 来到我们这个园地里面哦，大家都是，大家都能够提升呐、啊，没错<錯>。对，我就讲嘛，一个人的气质隐藏着什么？嗯，对不对你？你读过的书，你走过的路，你你你爱过的人，你说过的话，可、嗯、是我想说四个。对啊，你做过的事，<laughs> 做过的事。好，所以啊，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。好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学习态度，你的心态。然后还跟我们讲说。 那个，我们助理他们第一线最辛苦，真的有没有？是，谢谢您，我们都收到了。其他下面还要讲那个，<好>他说周末天气转凉，啊、他要助理来跟老师讲说，啊、老师记得要保暖。好暖心哦，真的暖心。好，老师都收到您的关心了，好，謝謝,谢谢你们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其实很多好朋友们他们的贴文，来来来。 这是他讲的啦，就是不要受他们影响啦。周末愉快嘛，就非常忙碌，对不对？嗯哼哼。好，然后，对了，哦，他要续约续约啦。嗯。好，记得要帮他办续约的事。嘿嘿，好。好，然后上面就是提醒我，叫助理跟我讲说，天气转凉，好，告诉老师要注重身体。哦，我明仔我就请求休诶。哈哈哈！围巾都给他戴起来。好，好吗？ 最重要的是，大家现在很关心。哎，老师，昨天那个小资班哈，真的是帮了好多小资族好朋友。对，很多人来，反应非常热烈，非常热烈。来，两只大老鹰，行，已经准备好喽。我们会员都进场了，预备备喽。他还没发动。嘿，好，就跟华兴科一样，我给你一个多礼拜的预备期，对不对？他说二十二号嘛，是。 对，对不对？二十号算算就一个多礼拜了，差不多不到两个礼拜。因为上个礼拜是三十号嘛，就一个礼拜左右时间。哦，同样，IC 设计这一档就像华兴科一样，还没发动。嗯哼，但是我们会员都上车了。哦，你高价钻石、皇家的，你都知道这一档了哦。是。来，要不要？当然要啊。就是我讲的半导体股，IC 设计的。嗯哼，好，全年获利接近十三。是。有本事你自己去找。 看哪一档，外资持续外资持续囤货怎么样？股价还在低档，是好。我预估一张加差有机会到三十以上，漂亮，好吗？摩拳擦掌，一百多块的股票，加差如果有三十，那至少就是二三十趴，三成了哈，二三十趴，嗯，要不要？赶快来，没有二三十趴，赚个十五趴也不错啦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再来，另外一档，台积电的关键供应链，好，全年获利接近八块， 专注本业，嗯、<哼>而且持续在扩厂，嗯、<哼>股价还在低档，是，价差一样三十块以上，<好> I, 我估到就是二十啊，二十<好>到三十，OK，好吗？嗯、好，好一样等你啊、喔，一样是一百出头的股票、喔。 那我有讲，我们小资我也会准备一档给你，是哦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好，你要参加我的这个不同层级、不同班别，哈，老师都帮你准备好。重点是你要我准备一个皇家小鹰班。我们最近不是说小资族吗？五十万以下小资族，你来，你来。在没有做大老鹰之前，我们先从小鹰开始。先跟我从小鹰开始，把你的翅膀练硬了。对，未来展翅高飞，我们就可以等风起。所以我告诉你的资金，五十万以下的。 你就来参加小英班，皇家小英班。好，<以>你有资金的，你不要来跟我参加小英班哈、哦，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大人玩大人的游戏哈，是，不要因为跟小朋友在那边、哦。我们做对的事情，买对的标的，适<對>合你的成绩我再跟你讲一次哦，我的小英班一样，富贵稳中求。好，嗯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上上礼拜，嗯，你是小英班的。 我就会带你买进友达、欸，哎，那你看现在的友达，你看这两天的友达，对不对？友达回到二十块了耶，十八，你看我们当初进场的时候十七十七点多，17, 对啊，怎么现在二十？二十哎，你看也快二十 percent 的报酬率，小英好不好赚对不对？好，所以。 对，如果你差小英班，我就是带你买五十以下的，好低价股，OK，没问题，让你买的没有压力，但是你可以帮自己先赚年终奖金，先帮自己赚农历年红包钱，先赚起来，先赚再说。来，昨天讲了一小时哈，这一首诗本来昨天要讲的，来不及分享，来不及讲，今天花一点点时间，我再想一下刚刚那一个，嗯，五十万去买四张，经验惊艳的去做融资那一位，我在想他会不会过两三天就变成巨集了。 那你要小心哦。看好了我的节目，但是，这边进，这边出，那你是什么？你就是过客而已。你就这样子，哎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过客。对。那你跟我就是一个什么？嗯，擦身而过。美丽的错误，有没有？ 我们那一天讲说，我喷出的标股，对不对？华新科不小心是一个美丽的错误，不小意外哈，没有盖到哈。对，但是也造就很多人的涨停和财富啊。然后我们会员就很贴心，嗯，他就去找出这一首诗，这首诗其实，呃，你喜欢读诗诗的，哦，应该都知道这个正愁语的这个错误，OK，那呃。 他讲什么？嗯，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，如莲花的开落。嗯<哼>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，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，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。怎么念？穷音不响。穷音不响。<laughs> 三月的春尾不接，你底心是小小的窗缺景眼。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，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。你们大家其实很熟悉这一首这一首诗，对不对？那个，我在，嗯，我在盼，嗯，你们能够来到这边、嗯，嗯哼。但是呢，你们却用这首诗来回赠。我说：“ <laughs>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人，你不是来到。” 我的大丈夫团队跟着我，客，你只是个过客、啊，好可惜哦。哦、那,那你就是跟财富擦身而过。那我希望，你的财务最后不会变成一个美丽的错误。我这首诗送给你们，嗯，好吗？嗯、<哼 S 2> 那些看我节目好几个月了，嗯，从七月看我讲航运，不相信我讲的，嗯，那到钢铁，那你就是这个。 过客，对，就是、你不是归人，你就是个过客。对，你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，在航运摔跤，对，跌跌撞撞，那就是个美丽的错误。对，对不对？嗯哼，你要这句话变成你人生无法挽回的遗憾吗？ 八月的钢铁，哎、呀对呀、啊，然后后来的塑化，后来的塑化，对啊，在讲到最近的四大成长产业，嗯、是不都是如此？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重复着。那几只，那几只，嗯，一路都快拉到两百块的股票，嗯、现在变成什么？嗯、<哼>我告诉你不要追了，我告诉你，投信这个月要换手了。 嗯，有没有都提醒你都知道换哪哪几档了吧？嗯，我是不是领先带你布局了？投信这两天开始去买面板，嗯，我有没带有你买的比投信还早？嗯、当然，投信之前去杀，杀完现在又回头来买，金麦喜的演哪一出 <laughs>？你来讲，你来找我讲，我们今麦喜的边都是出。对不对？好有默契、啊，对啊，你看我们天津很可爱，对不对？<laughs> 田心海都也都也能都能够猜出我的心思，对对对，我在努力学习老师那个解读能力。<laughs> <laughs> 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错误再美丽，嗯它就是个错，嗯，错误再美丽，嗯，它就是个错误。是啊，好，不要再安慰自己了，改变一下，<吗>调整一下，改变你的思维，<是>改变你的操作方式，改变你的人生态度，你的高度就会变得不一样。 昨天跟你讲这个，因为时间很不够，所以我们就很快就讲完了。過我们的会员就他是小学老师，嗯，他就把我这一个，嗯哼，很有感想。嗯、他说他要讲给他班上的学生听。啊哼，哎、uh huh 欸，这是一个很励志、很好的分享啊。卓越的人生，嗯，真的是,、嗯、是熬过来的。嗯、我们跟你讲说，我们我读长春国小的时候，嗯、我们那个排球队是。 台北市冠军队全年全国第四名，对冠军队。軍长春国小到现在排球在台北市常常都还是拿冠军。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拿全国冠军，那很棒。重点是，现在小孩子不能打骂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爱的教育，那还能拿全国冠军嘛？你知道我怎么跟我们同学讲的吗？所以，我意思是说，冠军不用打还是可以打出来，还是打冠军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我们当年哦，嗯，你知道我每天上学的时候。 我都犹豫，我到底要不要上学？为什么？怕被修理吗？每天上学都要被老师揍、嗯。那以前是铁的纪律啊！发球过来一接飞出去，我我想有个绰号叫、OK 喔“偶 gay” 啊。偶 gay”、OK、过来，“偶 gay”、OK、啊，台语啊。哦、你你可以，你你你能想象我的绰号叫“偶 gay”、OK、吗？又又要被修理了。来，“偶 gay”、OK、过来，你要过来吗？呃、嗯。天天，天天打耳光。 天天被扒耳光，你知道吗？啊、你知道，扒到一个一个国小五六年级的小孩，天天到学校就被踢、被踹、被赏耳光，你还会想上学吗？在这个年代绝对不可能。我在那个年代，我们是这样，每天苦过，你知道，每天是在恐惧当中过日子。哎，我那两年的生活，我真的是在恐惧中过日。子我只要一醒来，我就充满了我想要逃学的那个。 那个想法，嗯、我爸妈都不知道，每天孩子到学校就是被老师揍。当然啊，我国小不爱写功课啦，好像被揍是应该的。<laughs> 但是打球，对，但是那是为了拼拼成绩啊，拼的团体的成绩，第一名冠军是这样打出来的。<laughs> 我坦白跟你讲哈，嗯，我到现在我晚上有时候做梦，我梦到我国小五六年级那时候的时候，我还会惊醒。 啊！你看这个阴影有多重，真的。所以当老师的哈，当家长的，真的好好对孩子，是不要让他，不要让他童年留下阴影。我讲到这边，我又快快要哭了。那是一辈子啊，一辈子，真的。好，如果你曾经对孩子很不好，曾经因为你自己的情绪，你乱去凶孩子，很简单，你就跟孩子讲说，爸爸妈妈那时候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会跟孩子道歉的爸妈。 面子不是重点，嗯，关系才是重点。对孩子的爱是一辈子的，对，嗯，好，老师对你们的爱也是一辈子的，真的，老师要帮你们放在手心在乎你们。不，卓越人生是熬过来的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是每天被踢被踹，所以就踹出冠军，冠军人生嘛。是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当然呢，我们也希望可以踹出的是冠军的好成绩，冠军的绩效，一起来做赢家。所以。 我刚才讲说那档股票很熬，对不对？對我跟会员讲说再報，熬过了，再报个几天看看，因为我认为它真的应该快要喷了。好，好吗？嗯。好，我不是手上每一档买都就先赚的，所以我告诉你要参加我小英班的，嗯、你参加其他会員都一样。今天我们台面上的股票，我们手上的股票都没有非常飙，可是今天台面上还是有很多股票很飙、嗯。是。 这就是一个要熬的过程，嗯，有没有？<對>我工让卖甲挖来矿挖挖的意思就是，嗯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华兴科在赚涨停的时候，别、嗯、人股票可能没有在涨啊？嗯哼，你懂意思吗？而且很多还回过头来追我。最怕的就是说，嗯、<哼>你今天赚完这一档，你接着明天你要等着老师为什么我们的股票今天不飙？你每天都在吃吗啡？嗯哼，好，嗯，我已经跟你讲，我就是稳。如果你觉得有老师可以让你。 一天赚完一只，每天都让你一只大赚，每天都这样赚的话，哇靠！那你一年应该是赚好几倍啦，好几千倍啦，好几百倍不是吗？<laughs> 怎么可能呢？嗯，所以当我们在等的时候，那就是怎么样？两、嗯、不疑，心坚定，等风起，对不对？看天明，好不好？好朋友们，美丽的天明在等待着你。昨天跟你讲赢家、嗯嗯、跟输家的差别，嗯，我用南极探险队是两队的做法告诉你，一个就是有节奏。 一个就是每天固定走二十里路，是一个怎么样？嗯，天气好多走，嗯、天气少好休息好，不好少休息。嗯、你光这一个，你可以把它用在很多面相。我把它用在我的人生的学习。嗯哼，当我决心要学。嗯<哼> 大提琴的时候，嗯，我每天就是练它<是>三十分钟，三三个月之后，我拉一首流行歌，嗯，我喜欢听的老歌没有问题的。嗯。当我决心要拿起来练小提琴的时候，我一样，我每天拉它三十分钟、嗯，嗯，哼，一两个月之后，我的《望春风》就可以拉的还可以，嗯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个刚入会的会员，他是好像是音乐人啊，嗯 哦，音乐界的，嗯哼，教吉他，哦，我都觉得我，我国小音乐真的不及格哦，我是勉强老师给我六十分哦，真的。你现在跟我什么哆来咪发收有没有？我是哆来咪发收，音、嗯、都一样。我是真的那一种，所以你我是这样的人，你听到我拉大提琴、小提琴拉不准哦，不用太意外。 但是呢，我就是怎么样？很肯学，很努力。我就是我的心，我的意志，对，我的意志力，我的心，我就是熬得起。超强大。我就是熬得起，我不在乎人家的看法。嗯哼。好，所以我就怎么样，厚着脸皮去拉去练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嗯、重点，我练起来，我自己听了高兴就好。我能够在我们这个环境是非常高压的环境，<对>我回到家，我拉一下自己高，高听的舒压舒压。舒压舒 我输压，我就能够冷静下来，帮助到我会员。对，我就可以冷静下来，因为我告诉你说，我的每一个决定后面背着几十个身家，就是几百个会员，我们会有好几百个的嘛？我们会好几百，我们背着后面几百个家庭的，这个生计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听我讲这个，我们的这个，我想我们今天的。 已经布局的那两档大老鹰，嗯、<哼>你都知道嘛？今天、嗯、今天都是一个开高，对不对？嗯、其实今天一个开高，我们都有赚的。为什么我们没有走？嗯，老师已经有规划了。第一个，我有规划，我们可以赚更多。哎、是。第二个，第二个<呵>一开高，它立刻就杀下来了。嗯、呃，我如果扣零扣进去发出去，有人可能可以卖最高，可是有人可能会怎么样？卖一卖到杀下来的时候。哦。问题是现在还是离我们成本没多远。 还是差，我们还是小赚的，<是>我们继续报。懂。所以我的意思就告诉你说，差价没有很大，我不可能带你这边锵锵锵，那边锵锵锵，你懂吗？嗯。因为我们后面是几百个家庭。嗯嗯。因为老师希望带着你能够赚到的是稳稳的幸福，稳稳的获利。我们富贵稳中求。我用学琴告诉你，我用我学骑马告诉你嗯。嗯。每天二十里路你走好来。对。我学骑马到现在两个月的时间，你知道我已经可以。 不用鞭子控制马，然后就让马，嗯哼、uh，huh, 很稳健的让马跑奔驰，懂吗？嗯、<哼>所以我才跟教练讲说，我明年我要挑战什么？嗯、<哼>跳障碍了。<长>这就是我。<对>你要做赢家还是输家？其实要做赢家不难呢，你要把节奏掌握好，每天走二十里路。嗯、<哼>不要今天天气好就，今天行情好你就大买，然后今天行情不好你就怎么样？乱砍，乱砍。嗯、对。 那就是没有节奏，那我呢？我不是啊，嗯嗯我们就是这样啊。对，赢家跟输家的差别还在怎么样？我讲的节奏，我讲的每天二十里，包括你的资金要控管好，这就、嗯、这也是这样，你懂了吗？嗯嗯懂。我要赶快收了，<好>不小心又要讲到五十分了。懂了。所以,所以我就说，<laughs> 要你要掌握好节奏。嗯，每天的二十里路，你跟我走好了。是下一个赢家，五趴。 十趴稳稳的怎么样？堆叠起来，堆叠起来，真的，你的财富你就会不断的。我从来不用来这一支股票有一倍的绩效，一个月保证让你赚一倍来骗你来吸引你。这一支股票你放着有两倍，我不是这种分析师，我就是有一分实力说一分话。嗯哼，我能够带你做得到的，我就是稳稳的带你一档一档，然后击杀成打，把财富累积起来。嗯、没错，你要赚快钱的，你不要来找我。我跟你说真的。 哦、免得浪费大家时间。你想要赚快钱的，你不要来找我，好吗？我们就是富贵稳中求。中求今天跟你分享五十万、嗯、<哼>居然融资去买四张，两百经验的，不是我的投资方式，嗯嗯、有的分析师他会告訴你说，就是不准啊如果他准，他干嘛不融资？他准，他干嘛不敢带你做融资？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投资方法。我们是在做投资，不是我告诉你、嗯、<哼>当初。 这种讲法的人，他的会员早就已经全部死在沙滩上了，嗯、好吗？你懂吗？懂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其他分析师来酸我说你都是没准嘛，你唔敢叫你的会员用融资嘛，对不對？嗯、没关系，嗯、他要这样酸我，我做我做苏大不阿好，我可以保护会员。我陈建成，嗯、我怎么从零开始走到今天的地位？我没有什么诀窍，嗯、就是一个文字，嗯，富贵。 稳中求,中求就是这样，好，所以欢迎好朋友了，好，不论是您的资金部位的多寡，依据您的资金高低来适合的班别，直接做报名。那当然这次特别开的是符合我们的小资族的好朋友，在年底我知道大家都想帮自己加薪，年底大家都想帮自己赚一点年终奖金，没问题，建成老师来帮助你，皇家小英班从你的小资金慢慢堆叠变成大资金，一头金一头金的往上堆叠，零二二五四二九九七七电话直接拨通，再次感谢永成国。 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做的分享，感谢建成老师。谢天謝心謝，谢各位，让我古海大丈夫带你富贵稳中求。周末记得穿衣服啊！欢迎加入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古海淘金的行列。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